带走的事你再难过，也已经过去至少两三千年了。不管你今天做些什么，好的还是坏的，都不可能改变发生过的事。既然你还在这里，就是带族的血脉延续了下来的明证。眼前的只是梦，我们能活着回到现实中才是最重要的。都只是梦。没错，是我把自己弄乱了。这些日子里，我总忍不住胡思乱想。放心吧，我绝不再说什么丧气话了。想想，这也算绝无仅有的经历。以后我的故事里，
靠着这么点魔，果然还是不行。魔是你引过来的，这次你又想做什么？当然是想要你死。这里是梦中之梦，与现实有着重重阻隔。就算是一只王辟邪陨落在此，辟邪族也很难查到什么。我一直想说，凭你也用得起太岁。怎么，莫非让你想起了被缙云斩首之痛？你同他已经见过了，不然又怎么会知道他？这个梦境的主人，纪灵族所在梦境的真正主人。看样子你还是一无所知。想杀我？我的命也不是那么好拿的。生死之战，你我一样都在生死之间。的确长进了许多。无常，这回连人都不见了吗？你已经虚弱至此，所以在这个梦里，只要我想杀他，你就会出来阻挠。连纪灵族你都未必能如此顾忌，他到底有何不同？你在说什么？师兄，我不过是想提醒你，剑飞过来了。说实话。你不觉得就这么杀了他有点可惜吗？他的魂魄味道应该很不错，不如留给我。哦，原来你竟然还会想吃辟邪的魂魄。既然不想说，以后都不必再说了。叫北洛是吗？我会送你一份永生难忘的大礼。那个人是谁？看起来非常可怕的样子。怎么了？云无月，你这个叛徒，天族永远都不会接纳你。我并不在意你们是怎么想的。谁？为什么会有说话声？哼，是啊，你不在意。可惜你再怎么比我强，也终究不能杀我。你举不回自己的生命。一个被人教养过的妖，从头到脚都那么可笑。你有没有想过，人族视你为妖魔，而在眼族看来，你也一样怪异。你的想法，你行事的准则，
两边都容易不下。不必说这些无用的，碎金上巫罩的力量隐去，你也拦不住我。云无玉，这是凛冽的风暴来了，这所有的梦境是不是都快崩塌了？啊，你是得赶快去找那只辟邪，否则他的神魂说不定顷刻间就要碎裂了。那是出口，我们过去。好。梦域里的灵力紊乱了，我们暂时无法脱离，恐怕要停留一阵。这是哪里？我的乾灵境之中，意识力量所能庇护之地。刘兄呢？除了他，也还有别人的意识来到这里避难。梦域紊乱是怎么一回事？如今看来，能够令人昏睡不醒的黑莲来自巫罩的梦中，而巫罩更是用一些法子对进入梦里的魔做出指引。他们当初很快就通过云梦之的意识去到人界，想必也与此有关。这所有的一切都会令梦域的灵力发生变化，愈演愈烈，直到带来风暴。风暴？那些做梦的人和纪灵族又会怎样？